现在闭上了眼睛，做深呼吸，将你的觉知放在你的身体里，注意观察你的身体，感受你的身体。觉知到，当你吸气的时候，你身体的扩张。注意到，当你吐气的时候，身体的收缩。维持你的身体的放松，觉知你的呼吸的频率。给你自己一点时间处在这个状态。感觉你的身体跟这个空间以及你的床接触的感觉。现在我们即将进行零碎肯定句，请你在心里重复跟着我一起默念。接下来在做梦，我会知道我在做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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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感谢您做这个练习。如果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节目，收到更多的内容。在我的粉丝团还有 IG 里面，也会不定期有自我成长、心灵成长的好文分享。你可以在下方找到并且 follow 我们。在 Podcast 里面也有更多的学习内容可以去探讨。如果你对进阶学习有兴趣，或想要有系统的学习冥想训练的内在，欢迎来到我的网站报名免费的内在锻炼线上课，一起学习哦。我们在线上课程中见，拜拜。